讲到这情人节，拢会互相送礼表爱意。嘉义市环保局呼吁，选美丽阿伯时阵，以实质的内在上重要，为环保尽一份心力。选产品上好是选分量多、包装材料少、种类少、甲印刷少的一剂三少环保包装原则的礼盒，和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更加美丽。七夕情人节将要到了，情人礼盒受到节气的激励，商场的店家纷纷推出礼盒应景。嘉义市环保局呼吁民众应该以实质内在为上重要的考量，为对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避免购买过度包装的礼盒。嘉义市环保局针对嘉义市内七夕情人节礼盒来进行抽优调查。抽检量贩店、超级市场以及专卖店所贩卖指定包装产品，分别是糕饼礼盒46件、加工食品礼盒102件、化妆品7件以及酒礼盒62件，总计参客合来指定包装产品217件，拢无参客意思过度包装的礼盒。其中化妆品礼盒拢改以无包装，也就是化妆包，比较较无以化妆品礼盒形式贩卖。嘉义市环保局提醒业者，应该伫产品上市进行自行测量指定产品包装是不是符合环保署限制产品过度包装公告规定，也将是直接将指定产品送到经过环保署认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测，以免违规受罚。呼吁情人节需要选买礼盒时，会当搭配产品分量多、包装材料少、种类少、甲印刷少的“一多三少”环保包装原则，让今年的七夕情人节更加美丽。财经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